东西太多的话，就交给我保管吧。如果你愿意的话。欢迎来到贝尔利亚村庄，有需要使用仓库吗？特拉南奥德伯是有耐心的铁匠。有需要的话，请说。钉子伤到你的话，将村庄的家变更为仓库用途的话，就可以保管更多的物品。东西太多的话，就交给我保管吧。如果你愿意的话。闲着东西啊，似有若无吧。领主大人收留了我，红半兽人。要站稳立场，只有跟随领主大人的人才是我的客人。因为是商人协会会长许可的贸易区，所以您可以放心交给我。